Oh my God!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拉。那么欢迎来到贝拉 StarCraft。好，我们在这边有一箱东西，各位猜看是什么？那么我们呢，今天开始呢就要来做一连串的拆箱的动作了。那么拆箱需要的呢，就是一只手、两只手，还有呢一把剪刀。OK， 我们来拆箱，就直接来拆了，看里面有什么。那这个呢是我刚收到的而已，所以呢超兴奋的，我们来看一看喽。OK， 调一下，调一下，调一下，继续。好了，好，这是空，这什么都没有，这只是纸而已。哇哇，哇！我看到这里就已经超心动了。好的，这里呢，有手腕，有帽子，然后呢有外套的样子，然后还好像还有 T 恤，然后还有钥匙圈、钥匙链，各位应该都认得这个牌子吧？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呢，雷蛇的这个公司 Racer 电竞呢，来给我的赞助了。好，这个我晚一点再开哦。那么这全部都是要做成开箱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不一一打开了，我就全部呢，就是先给大家看这个箱子里面有什么，然后呢，之后再来决定这个整个开箱的动作。好，这里呢是这个 Racer 的耳机，在这里呢是 Banshee 女妖耳机。好，然后呢 ，Racer 的滑鼠。那么相信不少人都已经看过我之前做的开箱文了。好，再来呢 ？Oh my， 哇哦，滑鼠垫哦，滑鼠垫都来了！天哪 ，Racer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。我呢，我身为这个 Racer 的爱用者，你看我的，这是我原本的键盘，我一直都是用这个键盘了，这是我原本的键盘。那么既然呢，今天也是要来开箱做这个 Racer 开箱呢？这个我的键盘我就也是毫不犹豫的呢修给大家看了，这是我原本的键盘。那我一直都是用那个，我一直都是用那个，那个键盘我真的很爱哦。然后这里呢是滑鼠，不是，这里的这个是包包，这是 Racer 的一般的这种包包。然后这边有另外一个 Racer 的包包，这个是用来装键盘的。刚刚那个可能是用来装笔电、滑鼠等等，这里呢是比较长型，用来装键盘。那我还没开，我到时候再来开。好，这是一个 Razer 的标志。天哪 ，Razer 的这个键盘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影片就会当成是 Racer 所有开箱的这个前传了。那么之后我再来一一的介绍。非常非常感谢 Racer 呢，大力的赞助。这里是 Marauder， 没有错 ，Marauder 呢就是掠夺者。对哦，这是专门呢做给星海二的。那么相信大家在不少的这个活动中呢，可能是大比赛，可能是 GSL 都有看到。那么相信大家都蛮熟悉这些配备的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会来做一个详细的开箱。好，那我就先呢全部放回去。
好，哇，这实在是太棒了。这个实在是太棒了 ，OK。好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这个 Racer 的支持了。我的 Racer 那个牌子应该这样子有没有？好，非常谢谢 Racer 的支持了。然后呢，我接下来会做一连串的影片来做开箱的动作，所以呢，就是每个产品哦。那么也是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个产品的好坏，然后功能。那当然呢，就是大家也是要可以支持一下 Racer 啦，非常非常感谢。那这个九妹也是有给 Racer 支持，然后还有 Linda， 然后还有呢这个整个像是 Intel 跟 Racer 他们也是有合作，一起来做这个电竞的这个资源，所以呢非常非常感谢他们。那么我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就到这边，那么 OK， 谢谢大家的支持啦。那么我是 Bella， 我们就下次见啦，记得订阅 Bella Starcraft， 拜拜。